枝末节影响了大的幸福方向。但是你得想明白，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男人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对错我都会，有很多事儿呢我特别想给办好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就像老师也说的那样，可能有时候能力不行，也有点有时候想糊弄那个意思，但是我缺乏跟你的沟通，我保证从今往后很多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去做，一起去实现的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觉得有些事我们一起商量，一起了解对方的想法，得到的答案和结果会更好，而不是什么事你都觉得你能做好，你却把它弄得一团糟。如果两个人一起商量的话，你问问我的想法，我问问你的想法，实在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，你就交给我，我也一样会去完成，我也会改一下我的脾气。至于合不合好，再让我想一下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请回啊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稳住，再谈一谈，多。